八卦掌是中国传统武术。中国传统武术分内家拳、外家拳。内家拳主要是形意拳、八卦掌、太极拳，所以八卦掌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内家拳。八卦掌创始于 清朝光绪嘉庆年间，嘉庆同治光绪年间，创始人是董海川，荆南霸县的人，创始于北京。八卦掌主要是以掌法和走转 为主的拳术，他走转的时候练功的时候要走圈，啊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，啊，不，右边也是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，拳数不限，每圈走的是基本上是八步，象征着牵坎艮震、旋力 坤对，啊，脚踩八卦的意思，所以这种武术就叫八卦掌。八卦优身连环掌。八卦优身连环掌是八卦掌的高级套路。八卦藏匿步 是八卦掌的基本功，基本功扎实以后，可练习基础八掌。基础八掌纯熟之后，必须练习八个大掌。八个大掌是八卦掌的核心功法，在唐尼部基础八掌、八个大掌的基础之上，我们才能练习八卦右身连环掌。 八卦优身连环掌，整个套路中掌法非常丰富，身法非常舒展大方，步法非常灵活多变。整个套路要在走转中，不停的走动中，不同的走转中来完成。像一条鱼在水中游来游去，像一条蛇在草丛中盘旋爬行， 所以是游身，整个套路要一式接一式，一掌接一掌，绵绵不断，滔滔不绝，所以叫八卦优身连环掌。整个练习中要自然呼吸，气沉丹田，要以意为先，做到六合归一，意于气合， 起于立合，立于意合，这是内三合。守于足合，兼于胯合；守于足合，兼于胯合；肘于七合是外三合。内外三合统一体现在八卦优身连环掌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掌法之中，达到统一，啊，叫六合归一。在练习 八卦优身连环掌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可以学到以掌为法，以走为用，卸出重物，脱身换影的积极特点，是吧？使掌法更加多变，身法更加灵活，步眼更加变化多端。同时，由于不同的走转，练的是掌，练的是足，气沉丹田，舌顶上颚，提肛留臀，自然打通七经八脉、 十二经脉，起到强身健体、益寿延年的作用。
下面进行讲解。起势地点不限制，任何一地点都可以起势，方向地点不限制，由自己决定。起势的时候，身体要正立，两眼平视，设定上额，提肛留臀，呈正立姿势，精神集中。 两手在体侧屈膝升起，在面前掌心向下按于腹前，同时屈膝坐伸。出掌的时候，左足前迈，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后，右掌贴于左掌腕部，随左足的前行，同时穿出。 穿出之后，右足圆圈，有一个弧线向前延圈而行，同时双掌向里拧动，通过一步、两步、三步或四步，或者一两步也行，把它变成青龙探爪。这掌叫青龙探爪，青龙探爪是八卦掌中最重要的一掌啊，有的老前辈练习这一掌能练三年啊，就是练出，走起来每天能走这一个掌，走它半小时不变势，所以这掌的重要，因为这掌要变的时候拧。 滚，有上有下的，有前有后的，里面含有八面劲，同时在拧过之中出现了螺旋劲，抻肩坠肘，腕部顶出，虎口圆撑，手指向上，后手搁在他的肘下，于眉毛一边高，不要高过去，不要对下去，再。
八卦优胜连环掌中，要走青龙探爪三圈。走这三圈的时候，推着走，叫推着掌，也可以。但是，说明你的基本功不够扎实，八大掌还没练好，应该要求是把它拧腰拧到这个地步，拧腰拧到这个。 一定要拧到90度，啊，然后走三圈，这样才能把自己的身体每一个部位调整得很自然、和顺，然后练习下面的动作，同时也体现了你的功力的。 深浅，啊，不要起伏，不要左右歪斜，一定要走三圈，啊，走三圈以后，才能开始练习掌法。下面动作是扣步延肘。当左足在前的时候，右掌不动，右足。 在左足前向圈里扣步，扣成丁字步，一足尖的距离扣成丁字步，扣完之后做深呼吸，同时向圆心拧腰，拧腰的同时，这个左背掌指向上，曲肘在面前，一边拧动，一边向。 从面前掩过来，横着掩过来，右手没动，这叫扣步延肘。再看一遍，从青龙探爪开始，啊，当走到左腿在前的时候，扣步延肘，这几个动作要同时完成，面仍然。 眼睛仍然看着圆心，啊，再做一遍，啊，走到前面，扣步延肘，呼吸，啊，丁字步，呼吸，坐身，提肛留臀，不要撅着，哎，要把它演得非常正。下面，推窗望月。 推窗望月的时候，左足要摆步，摆，啊，有一个足的足尖的摆动，有一个弧线，摆，这时候就需要胯展开，是吧？开胯，同时，当他摆步的时候，向左转身的时候。 这个是右左手掌心向外翻，左背向里拧动，看，啊，到这个扣步延肘这个地方，摆，这叫推窗望月，仿佛推出去，它因为它含有一个推的力量，所以叫推窗望月。下面，曳底藏花。 扣成八字步，啊，扣成丁字步的时候，你走曳底藏花，拧的腰度太大，如果你的功力浅的话，它就站立不动。所以说，我们一般在曳底藏花的时候，最好扣成一个八字步，八。 啊，扣成八字步，同时膝盖并拢往下做伸，也要提肛留臀，不要这样啊，要把它提肛留臀，抻肩坠肘。这时候，右手翻成掌心向上，在原地翻成掌心向上，再。
内前向左腋下插出，叫腋底藏花。然后左足向右叩部，叩在右足的前面去，同时右掌随它向前推动。 推动，啊，然后这右手呢，在左背下穿出，再看他们的动作是同时完成，歘，对，再看，下面又一个推双眼，嗯，摆。 这组一摆趴，右背圆撑掌心向，又变成推双王爷。这时候再扣一个八字步，腋底藏花，啊，腋底藏花。这几个动作一定要连贯完成。再看我走一遍。 同时的，而且是绵绵不断，不时有停顿，啊，这个同时一参花时候要扣上步，再看一遍，啊，同时。 腋底藏花了，下面是行步撩一。撩一的时候，右掌不动，左掌在胸前向下，掌指向下，在胸前在腹前画一个弧，撩起来向深左撩起来。撩起同时，左足掰出去向前迈出一步。 行不了一，那么这个足跟着手尖，通方向，在一条直线上，要松肩。再看啊，行不了一，右手自然摁于左背之下。下面扣步穿掌，扣一步。 扣成丁字步，同时右手穿出去，从左背下穿出去。这时候看着不停的动作，不停的右手到脑后，掌心向前拧伸，双足不许动，拧伸的过程中。 打出去，所以整个动作叫脑后摘盔，就是，你看，先穿，后打，再拧，这叫抻肩坠肘，提肛留臀，脑后摘盔。这个动作需要拧腰，比较难做，很多人。 这两个腿随便拧动，这是不允许的，因为两腿一拧动就练不到腰劲了。他这个腰就不能腰如肘里练的腰如肘里腰上的劲就练不到了。你看，这两腿不动，你看这腰，腰掌同时的上下协调，内三合外三合。 六合归一，就是气沉丹田，啪打出去了。这是脑后摘盔。下面燕子抄水，这燕子抄水，这腿向后伸，向后伸说伸成一个瀑布，要快，因为燕子抄水
小燕抄水唰就得下去，上燕子抄水，要要要快，伸到左手，屈肘屈腕屈掌指，在身上先屈到左肋着，然后摸肋，掌指摸肋，蹭着，掌背蹭着，腿的上侧面。 向下指，只是指不到，哎，腿可以自然弯曲，弯曲，哎，这叫燕子抄水，然后随着它往前长，撩起来，撩起来的时候松肩，往前松肩，松的过程中把它松出去。下面走马虎斜，这手掌心向下按住了，在右膝前绕一个平圆，绕到右胯时翻掌。 给搂回来，啊，倒八垂杨柳，或搂抱的力量，是吧？啊，搂回来。这时候要上掖地桑花，这个掖地桑花，因为扑了腿了，已经下来了，势子很低，再起来很难很难，所以有一个办法，这个手往前继续长直，直直直直，揪，仿佛有人揪着你。 歘，就揪过来了。拧腰，喝息，扣成丁字步。哎，掖地桑花。第二段，先演示一遍。他从第一段的掖地桑花开始。 下面进行讲解。掖地桑花之后，左足向左身左方向上步，同时左背掌心向上画一圆弧，这叫匀片出去。啊，扣步扣成丁字步。这手扣步的时候。 肘一折，折肘，啪，搁在肩上，准备着，什么？这一伸一步，从嘴的下颚之处穿出去，半马步重心扎下去，这叫背伸突心。上步进不穿掌，这个步要插，要插，做一个插步，同时这手。 搁在左腋下，自然伸，以这为轴拧伸，再穿出去，掌心向上舔一点，这个舔，回来这个舔，重心转移，这个再舔。那么这个动作都是从额下出去，掌心舔一点，力量在掌指。 所以叫白蛇突信，像蛇突信一样。云片，啊，扣步，这肘，啊，摆，啊，摆一步，然后加上一个扣步，再出去，这个套路更加。 丰富多彩，更加美观。然后，穿掌，插腿，一拧。这时候你的这手穿出去之后，这个要快，要伸出肩去。这肩这个肩的力量换掉这个肩，这个肩换掉，仿佛这边也能打人，这边也能打，换肩。然后上右腿，然后这右腿在前面。 上步也是扣步，云片，这个步就不要再扣了，为了练习步眼的变化，是吧？
让它和顺自然，不要都是扣部摆回来，那么这个出去之后，啪就摆回来，啊，扣，摆，扣，出去，穿跟那边动作一样，再插步，拧身，弓腿穿进去，啊，整个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要做的。 非常的连绵不断，滔滔不绝，要练出缓劲的力量，冲着两腿要扎下去，气沉丹田。看看，做一个连续动作啊。走，啪，摆，扣，出，嗯，插腿，嗯，走，上去，这样摆回来，这再穿出去。 插腿到这一阵，嗯，第三段演示一遍，从掰蛇吐信开始。 分解讲解，从掰蛇吐信，仍然走一个行不了一，啊，这个行不了一，把步子撤回来，走一个活步，这手先演回来，再出去，仍然是在腹线画一弧。 用小指的力量向前领出，行不了一。这时候，右腿跟左足并步，屈膝坐身，同时右掌掖出去。这个掖掌要抻肩，坠肘。 田掌心要掖出去这个筋，要掖啊，打出按进来，啊，好，行不了一，掖出去，啊，然后下面是阴阳鱼，阴阳鱼，左足在右足前扣成钉子步，啊。 左背抬起来，不要端肩，不要端肘，要抻肩坠肘，掌心向外，掌指向前，啊，推到右肩前，摆步，这右手从左肘下伸出去，穿出去，再扣步时候，左右手上下。 互相翻一个个儿，啊，如同猖獗的五花一样，上下翻之后，再摆步，再扣步的时候，再摆出手来落下来，再扣步的时候，推，一前一后，这叫阴阳鱼。嗯，再看这一个动作，连起来，啊，再来一个。 进步掖掌，啊，阴阳鱼，啊，所以整个的这几个动作，也可以把它叫阴阳鱼，啊，阴阳鱼做完了之后，做翻身，翻身掌。 扣步。
左足在右足先叩步，叩步之后继续，因为向右转走，叩步之后继续向右，掰步，掰步时候，掰步时候这右手就往下插，手指向下，插于右掌之前，右足之前，再叩步，叩的可以，这个地方翻身也可以。 扣过，翻身也可以。总之，扣完之后你要猫腰，猫之后左掌要向右腰下穿去，穿出去，穿出去之后，这时候已经俯身了。当他趴的是这样身子，再一翻，这样的身子，所以叫翻身掌，啊。 扣步，这个插下去，仰脑的头往里头钻，钻的时候，这个背，这个直往前直，不要钻成这样，啊，这个继续往前长，长的时候，这个手右脚可以自由行动，足尖点地也行，或者挪移一下也行，让它很灵活，配合自己的翻身，啊，你看。 仰伸朝上，一掌从头上往后插，一掌往前插，这叫翻身掌。再看一个连续动作，啊，这时候这个地方太空虚了。假设对方要向这个地方偷袭，我。 必然走这个魔力掌，啊，也就是懒农缩尾。在这时候，啪一损，同时，上步，啊，这步掰过来了，上一步，这一步，第二步继续上，穿出去。假如是追击敌人，啊，没追上。 再上一步，这个动作要连续。看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穿出去也行，不穿出去也行，继续，但是比起走三步再看，啊，这样一、二、三穿也行。 这掌一不穿，走到这点，这样也行。总之，这个得要手足上下要协调。啊，难走就是腿走了三下，手上两个动作。你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啪。那你说这方向？ 手指指的方向是哪方面，就往哪方走。手指指的方向了，好，上步，再上步。那么这边又空虚了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共这是啊，这样一个方向，这样一个方向，又回来一个方向，是忽左忽右，忽左忽右，仿佛那个。 要鹞子，那个要鹰啊，在树林中，噌噌穿林一样，所以整个这个动作叫鹞子穿林。再看一遍，从连环掌开始，你看，一二三，一二，啊，一二三，啊，这脚挪一下。 扣一下，就闭眼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挪一下，脚尖微一扣，哗就出去，一、二、三。这个掌，它的方向往这边去，往这边去，往这边去，可以。往这边，往这边，这三个穿来穿去，穿来穿去，方向可以在右伸掌中不限制，你可以。
啊，翻身掌到这了，你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以往这边去，大一点角度，就可往这边去。啊，你也可以，啊，往这边去，一、二、三，往这边去了，啊。那么这个掌是整个八卦右身连环掌里的。 最重要的动作，体现出了幽深，体现出了连环，啊，上下的协调，内外的合一。走完了这个腰子穿针以后，啊，下面是乌龙摆尾。魔力八卦掌里这种掌法非常多，啊，非常多，曲肘曲腕，所以叫懒动缩尾。 要贴了肋呢，就叫磨肋掌；下面是乌龙摆尾，乌龙摆尾呢，右腿向身后撤一步，啊，歘，随着脚趾的方向伸出去，啊，这样，这是一步，啊，这步呢，在他后头插一步，都向那个方向去。可是这个呢，也是走曲肘曲腕。 手指磨练，可是他要往这边走，足是往那边去，手往这边去，要插步要做深，非常难做。啊，你看啊，一、二，啊，这个动作，一插步，二协调，再插步，一、二，看着，最后。 再一插步，到这个的时候，打一个抖劲，啊，整个动作叫乌龙摆尾。这个动作非常难做，要用上腰的力量、肩背力量、足腿的力量，整个浑身成一整体，上下要特别协调。你看，一、二、四，啊。 有人做成了上下起伏，没掌握住要领；有人呢，这不会，所以这个掌法很难做，一定要同时，要用这腰上力量，你看同时，哎，哎呀，腰上力量，然后。 下面动作有一个击打，打完之后，这手往里掩，掌心冲内，掌背朝前，插头打出去，这叫击打。啊，对方来了，手一掩，用掌背贴着打自己的手，啪就出去了。对，这是八卦掌的特点，击打，然后。 上足部推出，再扣步上下翻动，摆步又成阴阳鱼。啊，第四段。 下面讲解：踢七撞打，在圈上找到起势的那个圈。当走面对圈心的时候，右腿向后撤一步。
随之，左腿向回抽撤，并步，可以足尖点地，同时左手翻成掌心向下，在右背下向前翻展。这个右手也拧动，同时的要有抽化劲，啊，仿佛对方打来了，啊，有吸化力，啊，让他动作干脆利索，啊，面对轻心，撤步，对方打来了，我吸化，对方的手背已经在我手背下压动，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要打出壮力。 整个套路中，基本上是绵绵不断，滔滔不绝。发力的地方不多，这个撞掌可以发力。啊，我讲解时候发声，表演时候可以做表，在表演时候可以不要出声。啊，走，啊，撞完喽，然后向前走圈。 所以这个动作叫踢七撞打，一步，两步。这手的掌心对准内圆心。第三步时候，脚尖轻轻点地，点地之后，噌要抽回来，练习步子的轻灵。 快捷，不能整个套路都是这一个劲儿的这样走动，要多变，变化多端。所以撞打之后，一步两步，这个地方可以慢一点，这个地方慢了，这个地方就快了。有这个慢，才能体现这个快。啊，抽的时候要快，蜻蜓点水似的，一点，噌，歘。 啊，要走起来，那么这个一点，歘，这步马上走过来，就仿佛说对方来了，我在这边一打，噌，就到是对方的身体这一侧，噌，也说到那里了。这个步眼练的要非常的灵活，步子要非常的快捷，啊，一、二，轻点。 噌，这双手从这个地方托起来，白猿脱逃，或者叫白猿现逃，啊，双腕贴拢，抻肩坠肘，再看，啊，撞了，这个地方，轻过来，慢动作，抽过去，突然，不要拖到这个地方，走起来很难看。 双眼平视圈心，所以这个动作要托起来，托在右肩前面，拧腰转体，这，啊，走，继续向右走圈，啊，一步两步，扣步。当他扣步时候，又向左走圈。 抓，上右步时候，这手左背左掌向前伸出，面掌指对准拳心，掌心向上，右手在头上，掌心向下跟它相对应，相对伸出去，狮子张嘴，也叫狮子张口，所以狮子张口，啊。 那么这三掌踢七撞打，白猿脱逃，狮子张口，是在这个圈上，对准圆圈心，忽左忽右，它体现了八卦掌的风格特色和它的技击特点，忽左忽右。
啊，身体莫测，你再看，啊，联系动作，一、二，哎，让它非常的蹭蹭，给人一个非常美的感觉和享受，啊，走到十字张口以后，右足前迈的时候。 向前迈进的时候，右手在面前，面的前上方，云片一周，也就是偏了一个小弧，这叫云片掌，就像天空中的一片云。云片之后，嘘，用这小指外延，削出去。为什么向这个地方削？因为这地方是冤亲，圈心是假设的敌人。 所以刚才我们踢击撞打也是对准圈心的，这样走也是对准假设的敌人，这样也是对准这假设的敌人，这样也是对准这假设敌人，要以逸当先，要有敌情的那种意念，这样练出来，他有精神，能灌注力量，灌注气意力，啊，下面上去之后削。 然后，在上这步，同时在他手背下，再削。这一掌没削上，这边再唰又削，啊，连续削。啊，削掌，然后风轮劈掌，自然向右拧身，回头向右转身。 摆步，摆步这步，向冤心向假设敌人劈下，连劈带裸，所以虎口要撑开，练平了。这裸了，这上一上步，啪，这就是啊，哎，风轮劈掌，啊，走，削，摆步，回身。 向圆心上步劈下，啊，这个足不要重心，再做做，轻轻点地，啊，劈下，没劈好，扣步，没劈上，马上转身往回扣步，扣回来，扣回来之后，扣左步，然后继续向右转身，伸右腿，然后打，打，用手背向。 两只手向身体两侧扇出去，力量在右手，这个就叫反背掌，啊，反背掌，再看，啊，削完之后，风轮劈掌，插步，为什么要插步？ 风轮劈的时候，这个插步非常，插步的用处，这一插偷偷的插一步，也叫偷步，这一偷这是以它为轴的，那你看整个转身，啊，整个转身，再看，一、二，风轮劈掌，插步，自然这一扣，左腿一扣，转身，这手向下，拍打对方的胯部。 这时候斜上点，打，然后，呼，扣不回来了。这时候来一个，反背锤，啊，八卦掌法中唯一一个用拳的地方，用拳的掌法就是反背锤。这反背锤，这样练也可以。 这样练也可以，啊，踢击，反背锤也可以，啊，啊，这样练也可以，它都是反背锤，啊，所以下面再看一下这个联系动作，狮子张口以后，一、二，啊，啊，叉，反背锤。 反背锤，这个可以。
这个是万大，八掌也讲究肩肘腕胯膝的打法，所以整个套路中也有肩肘腕胯膝的体现。所以反背锤以后， 这一扣步，这个跟反背锤动作一样，其实，看这边是反背锤，这边要打反背锤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把这腕部顶出抬腿，让它整个套路丰富多彩，用法更加丰富，是吧？反背锤，扣步。 向右转身，踢膝，万打，一、二、三步，走这三步的时候，这个不要点，落实之后，就像突然的变化了，往回走，突然的，天马行空，啊，像两个马蹄子，啊。 天马行空，所以这个段落，整个的是沿着这个半圈在练习，把圆心称夹着敌人，练习的是巴掌的忽左忽右，避正就斜，以走为右，以掌为法，啊，练习各种步眼、掌法、身法，所以要绵绵不断。 是吧？再看这个段练习起来，一劈，你看打，这可以，发力，一个弯呐，一、二，天马行空，手背向前撑，这个手背在他后面，掌心都对准，碰出这种境界，碰在这儿。 讲解：天马行空之后，接练，横扫千军。上左步，左手在面前匀片。当他匀片之后，上右步时候，在他的背下向外开掌，掌心向上，右背向身左，身其右侧开出去，可以微仰身。啊！ 横扫千军，横扫千军之后，下面摩擂，左手撑摩擂掌，向后身后摆左足，猫腰低头，指天，右手沿着左背外侧，掌指向上，指上，指天，掌心向外，贴着。 身体外侧右侧外侧向下插地，可以收足插地啊。然后这叫举天叉的，合抱在跟前，两手向外扇开展开，同时左腿瀑布啪。然后这掌背拍在左足面上，右手伸向身体。 右侧，再一扣步，不许抬起来，马上快。动作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一扣步，这扣步的时候不许起身，要一扣步一抱，啪，快。这一个动作叫枯树攀根。
啊，枯树上像树的树根一样，在地下盘根错节，然后右手摆步猛擂翻身掌，大蟒翻身。这个翻身说，这个左足要扣成360度，不扣这一点，要扣成360度猫腰翻身，所以是大蟒翻翻的大翻身，大大的翻身，啊。 再看一遍这样角度啊，你看，一360度扣步，大蟒翻身，啊，然后怪蟒翻身，左足摆步仍然是左手摸内掌，摸内，扣右足，猫腰低头，把右掌插在，低头越低越好，这手往后插，往头插，这往前插，同时足要踢出。 啊，踢出，踢出，踢的身体越平越好。年轻人练习这掌没问题，啊，以后将来上岁数人练习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啊，怪蟒翻身，这就可以了，这就可以了，尽可能的左右往下，这往前去，然后水平。 水平之后，他就要倒，要往后倒，这时候马上立即，嗯，拉能错位，白天，他倒不了了，扣步，右手穿出去，像脑后摘盔一样搁在头上，啊，这叫白蛇缠身，嗯，走一边走一边原地白扣步，一边缠，两人合抱，合完，整个动作。 啊，一个动作，一个动作，白步同时不停的，拿过来，两人合抱，扣几步白几步无所谓，合适了面对收势的起势的方向了，白蛇伏草，白蛇伏草，啊，左腿扑出去，可以微屈半瀑布。 掌心摁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微抬白蛇伏草，然后并步，两掌在身上洗，然后掌心下按，虚下，立正，收势，气沉丹田，精神集中。